行动十分，给你台前喝彩，幕后精彩。大家好，我是默默。那此时此刻，《欢乐东北风》第四季即将开始录制，都会有哪些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呢？大家跟着我去探班吧，走啦！捡了个什么？捡了个大金戒指，有这个不轻啊啊！古边小翠翠金戒指掉的，发财了，还真是个发财，恭喜发财哦！这位呢是我们欢乐东北风的一位新朋友，是不是？跟我们打个招呼吧。所有吉林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欢乐东北风第四季的主持人李季，大家好。刚刚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心情是如何的？首先非常激动，嗯啊，因为之前只是看过这个节目，从来没有站在这个舞台上，所以在站上这个舞台那一瞬间，我觉得哇，我也算是实现了我的一个梦想啊。什么梦想？那就是成为欢乐东北风主持人的梦想。对对对，因为我们知道你之前是在电台工作，对，是主持什么样类型的节目？我主持的也是这种夜间的综艺类脱口秀类的节目，对，所以算是也是同样的一件事儿吗？对你来说？虽然说它的类型差不多，但是毕竟呢，电台是只听声音的，但是呢，到了电视台之后呢，就要看到你整个的一个人的一个状态和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两个不同的这个系统和形式。那之前是不是有跟节目组已经在沟通商讨，就是整个环节很久了，是不是？对，因为这段时间一直都是在跟咱们这个整个的欢乐东北风剧组在一起摸爬滚打，所以我觉得非常期待咱们的节目正式的和大家见面。现在马上就要开始录制第一期了，对，怎么样？因为我刚刚看到你站在这里，自己默好久。对，因为毕竟是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我还是希望能够准备再充分一点。当然呢，我也希望咱们观众呢，给我一点点成长的时间和空间。好，我们一起期待，加油，加油！谢谢，加油，加油！导演好，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咱这期节目是怎么策划的？我这期呢，因为是第一次录制，然后我们这季的主题就是四个盲盒，然后因为这个节目的流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就只能在这个主题上设置一些，然后选取了四个比较有意思的热门话题，假如你爹是谢广坤，疯狂的鸡蛋，然后还有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什么什么，然后还有一个是做梦吧打不开，然后就是希望以这四个比较热门的话题来吸引观众朋友们的爱好，然后去努力的疯狂的投票去打开它。然后在这个盲盒里面，我们同样也是设置了一些惊喜的演员。那惊喜的演员方面透露几个？比如说大家都喜欢的辽宁民间艺术组团长杨树林先生，然后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大笨呀、小翠呀，对，我们前三季的常驻嘉宾
还有魏赞老师，对，嗯，因为就是大家的排练时间也比较紧，然后像杨树林老师他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节目，所以他对自己的作品还是要求比较高的，然后就是一直在不断的磨合这个本子呀，还有我们其中有一个节目有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整个的结构也是比较扑朔迷离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吉林卫视。对，我们也不确定这四个盲盒到底哪三个会被拆开，是不是？对对对，也有可能大家拆开了，有可能，精心准备的还没有被拆开。对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一起期待，加油，加油。我现在就觉得打得好，不让我的。李丽啊，啥也别问啊，现在赶快给我找一个能糊弄小孩的鸡，我给你发配，快点来啊。好嘞，根据咱们台里卫视的年轻的导演团队嘛，啊，这个提出的一些想法，我们又经过了多次的磨合和开会研究，我们把过去的24个小品增加到36个小品，这样的话，你就是说过去呢是每集2个小品，这次是每集3个小品，在这个同时，我们又在演员的这个聘请演员这个方面开拓了更多的这个想法，啊，也请了包括梁树林啊。于洋啊，刘老师啊，等等，又请了一些这些加盟。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实力，应该说，比过去可能更强了。大家呢也都很努力，就是说，很早就去这个把这个剧本啊，都发到每个演员的手里。他们也经过多次的磨合，来了之后又一般都提前一周，或者提前4天5天来，在一起磨合剧本。根据咱们这个。
卫视导演组的这个要求和想法，我觉得这次呢应该是老少皆宜，我觉得挺好。这次我们请的编剧团队呢，我觉得是应该是，在国内挑选了很多优秀的团队，比如说麻花团队，陈亮团队，这个还有欧阳振峰团队。总的来说吧，我觉得我们是集合了国内顶级的编创团队量身打造的，我觉得一定效果会非常好的。对你们来说，这个体力就是要求很高，是不是？不仅体力，脑力啊，所有的。是，而且尤其对你，因为哪一场都有你的作品。还真差不多，还真是。我每天都要再问一些今天这个作品。对。那我们来聊一聊现在刚刚我们彩排过的这个作品吧。我是觉得做舞蹈编导的导演和这个小品一样，导演不一样是吗？那就是在舞蹈编导方面你也有经验喽。也谈不上，就是出点主意。我们导演嘛，就出想法呢，具体还得是用编舞老师啊，包括这些演员呢，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才有的。当然现在还是，有点紧张，也是感觉时间不太够啊，这个时间比较紧。如果说再给一些时间，或者我们再精心排一排，可能会更好。每一个作品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像这种不太一样。对，这是你自己会规划好吗？规划什么呀？栏目组是出难题，你知道吗？就是不太一样。你关键是，你看啊，这个不像歌曲，你一首歌我火了之后，我能唱好多年。我们这不是，我们这一个小品看过了，我们就不能用了。你就得不但逼着自己，不但我们逼，拦不住也是那个哥，咱们再换一个吧。导致这个节目有点旧，我们再来一个创新的，就是慢慢逼着之后，我就感觉，是我们应该创新的。好，但是每一期都有新的内容给大家。对，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这个脑力啊，包括这个状态的一个革新，是不是？反正这叫痛并快乐着，这难受是肯定难受啊，这个累是肯定累，但是成就感是好多其他行业没有的。然后这时候举子，罗老板的举子就进了，弄的他妈就从哪边儿？从这边儿，从这边儿进，然后大伙儿喝了，哇，真的，我从这边来，对。好，摄像、相机、戴耳机，各位摄像师，现在相机。这两个穿白衣服男孩，你看前面没有人，是不是？那个需要给。大家好，我是杨树林。大家好，我是易烊。大家好，我是郭亮。我是郭阳。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旺。大家好，我是演员刘刘。欢乐东北风，欢乐全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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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8日，请锁定吉林卫视。10月28日，锁定吉林卫视。10月28日晚，锁定吉林卫视。10月28日，锁定吉林卫视。欢乐东北风第四季，我们不见不散。怎么样，看了这么多的花絮，您是不是也非常期待第四季的《欢乐东北风》呢？那就要在10月28号晚上锁定吉林卫视。行动十分，给你台前喝彩，幕后精彩。我是默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